这里面看不出他在变，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等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，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，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，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瑕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